这次展览的主题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倡导美好的人文自然主义精神。四位艺术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艺术理念却相通相融。每个艺术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自然环境热切关注，用艺术作品激励人们保护环境，共享美好的大自然。来自美国本土艺术家桑德拉·汉森用原生态的手工造纸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表现对水资源的关注。中国旅美双胞胎姊妹艺术家陈培培和陈蕾蕾，他们用水墨、留白等东方美学元素创作抽象的空气存在形态的丰富性。中国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访美艺术家王一旺教授以西方浪漫主义风景画的艺术语言，表达自然风景与人文环境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态。这次中美艺术家的作品在内蒙古美术馆联合展出，将成为全球艺术家以艺术作品助力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开端，为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加添艺术力量。